香香闪避九姑娘，女神扮 friend 啊！Round one， 你哋打成平手。琴日嘅精准时装 show round two 啦。唔系啊，高嗰个要屈就坐喺台下睇，五尺得四寸嗰个就有得行 show， 难怪九姑娘全程啤到实啦。着到成身都系毛，见到都觉得热啦，仲要揽住扮 friend， 捽手仔多咗啦。不过香香，你影完就撇，点解唔同九姑娘一齐做访问啊？咁我覺得可以同佢一齊做女神都幾好啊！咁佢又係加拿大翻嚟嘅，咁大家好多 culture 係好似，咁所以特別會開心啲咯。始終鬼妹仔叫做鬼新鬼氣係咪？九姑娘又多咗啦，想 round three 贏翻鋪啊！著比基尼啦，你級數大過佢冇得輸啦啩？就開個盤口，九姑娘讓半球，我會買上盤。